没有啊，我是我刚刚那一场死是死在那个斜塔、啊，我在中场没死、啊，叫小肉来帮我那次吧。你是不对啊对啊，嗯，我是死在斜塔、啊，我也是死在斜塔。他中场应该是没死。对啊，中场没死。我死在斜塔。杨总他们。中场就死我第一波而已啊，就我一个第一波死而已啊，这和谐没事，这和谐。妈的，那你冲太前面了，被抽掉。没有，因为我一定顶前啊，我第一波就是打出把毒素打出压力啊，这样子我们第一波就不会掉人了。是不是没错，这样做。帮，不要让他回来。有好友。对面啊，不要打进来才对。这和谐积分啊，好，就直接把我们那个康熙吧，就把三。哎，他们有贼啊，有贼，我还是跟你先去那个西亚，我跟你一起去拿旗。不要让他们防防旗走到西方嘛。可以吗？中间让那谁阿兰他拔旗以后第一时间回头跟野性配合直接击杀，然后到快攻了中场的时候那个血量脱战，防旗防旗上马不会被影响，知道吗？你直接出去，他们那个坦骑直接干掉他就好了，坦骑就不会影响。在路上拦他了，不要让他进旗房，对他出来，他打很难挡了，很难挡，因为他不会晕，不会被晕，上马不会被晕。而且防旗好像有点硬耶，是不是？不会，防旗软，和谐的，防旗的，不要翻车就好了。还是他跑很快的，敢翻车，敢翻车你妹啊！敢，像那个一人交那个给一人给十狙之类的，晦气。对面是联盟吗？坑啊，不坑联盟啊！但是他们如果真的要打一波，就是要等打。就打一波嘛，然后他们活了，他们冲过来再干他嘛。我直接拎车子啊！我直接拎车子，先你直接去到车子上。啊，对，杀机组就是那个大奶，还有阿兰，还有盗贼三个人杀机。我开水上了，直接走水上。全胜满狙。我不打风暴。阿兰，你盯一下那个骑手吧，坦骑。其实直接不要冲嘛，我克制他。他不会进来的、啊。进然后直接走水上会快一点的。焦点奥法，补师焦点叫奥法。OK， 奥法，我靠，奥法，干对面有奥法要小心哦。哦，奥法要小心。我以为是兵法。他们呈现骑士拿奥法。地主先插。要过桥吗？过桥。要过桥还是不过桥？过桥，过桥，过桥，过桥。OK。过压我。你没看到他们都已经站在那边给你打吗？来豆豆奶，豆豆奶。来豆豆奶，豆豆奶，豆豆奶。复仇之路，复仇之路。自由之城，希望我在打他们。我们看见哎，豆豆奶，豆豆奶，看到，牧师豆豆奶，赚到了。OK。哎，牧师豆豆奶，哎，法师平常结束了，打一波哦，阿慧，法师阿慧。正义之手，泽奈。来张张老师在后方，反制射击，鹰传箭刺，正义之手，法师阿慧开始，法师阿慧。然后直接走。看到，我护你，法师没有狙击，冰箱没有狙击，直接打。因为他们到压上上桥吧，社会闲杂忍者，正义之锤，来生社会闲杂忍者，自由之锤，治疗术，然后 HR， 治疗灾难，给他们补，一直拉我后面穿，打那个怕西诺法师怕西诺，之锤结束，压他们的奥法，啊断道，看到了，断他飞弹，断他飞弹，应该压，我直接站机组啊，我直接站机组这边守，对，不用直接交，正义之锤，打那个怕。后边那冰箱打那个护光者欧文，爆发他！哎，死 ，OK。M 开头 ，M 打法师，超人法师。等一下。复仇之盾结束，自由之手，反制魔术，复仇之锤，奥数强化。李子豪，不强化，练成功。再来成功，要帮你吗？不用，找你的。束手天真，我就是帮你过一下而已。我被闷了，他在外面。无敌结束，看到。哎，无敌结束，来豆豆呢？正义阿兰回头帮一下那个无敌，
找一下贼。先不要着急啊，在那个蛇身边的时候再看。没事、啊啊。不用不用不用，不用不用回头了吧？走吧走吧，你们俩走吧。他们在哪里？在我们家，雷法在我们家。对对对，我看到我看到了。那我没办法。打地主的回头，打地主的回头了。走走走走，杀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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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回头。在七座在七座在七座。豆豆呢？豆豆呢？很好。华西啊！法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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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中间出中间出中间出。中间出 OK， 还拖补拖补拖他们，我我直接在拖他们补。反制魔法。然后拖我拖耳钉。我看到干两人干我，把赶紧把法师打法师打掉法师打掉。只有我一个吗？视频二。哎，阿兰。你刚干嘛去了？好啦，等一下啦，来换只有一二。啊，那个小喵喵回头打劫。OK， 不把那个大奶卖了，我干。爆发都在，爆发都在，没事。没事没事没事，这个法师没用的。干是法师拿起，我操！干他把兵牌交给我了。没差，法师拿起，我就慢慢玩他就好了。你收我这就好了。爆发爆发了，我爆发他了，爆发他了，他死了。法师你一个人 solo 掉应该没问题。来，不是是贼法，你们是呀？贼法，贼法，干贼法，我很贼，可能吓跑了。我已经不想多说了。贼吓跑了。来吧，来猎人，猎人死，死，来而立之年。干他，补丁！干他！我在打奥法。哦，奥法是吗？是的。哎，复仇之盾。哇，你那满月下了。哎，退一点，退一点，退一点。OK OK。退退退退退。OK。不坑分。没把下来，没有半战斗力了。没关系没关系，不坑不坑不坑，就这样就可以了。他们应该也不会打我们。嗯。打，他们下来就打。我去吃个狂吧。OK OK。哎，搞不死路形态，我现在在战场可以坐你吗？可以，可以坐在你身上。那你八旗我可以坐在你身上吗？可以。哦，那你要坐他干嘛？你要坐在他身上干嘛？他身上怪怪的啊。不是你这样能护旗是吗？哎，那没关系没关系，这不老不死拔了吗？不是老不死拔旗就是你能边路形态，然后旗就是能护旗是吗？这样。不能放技能了。跟上马是一样的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们带、oh. 我们抱团回家吧。他们想拿旗，快打！一个拼命的、oh. 拼命的跑，一个拼命的要骑他。这画面有点。有法师吗？在我们的狂暴房那个位置。我回家吧。好帅啊！给我坐下吧。他骑的。欸、他可以不让你坐，好好猛。可以啊。另外一次 Go 标旗视频二两分